昨日我们介绍了九龙东第一至四号候选名单，今日再介绍五至九号候选名单。五号名单依次序是胡志伟、莫建成、韩家明，政治联系民主党。各位市民大家好，我是民主党五号胡志伟，我和莫建成、韩家明组队参选。民主党今届立法会为了增加十个民选议席的努力，被部分人士不断的攻击和抹黑，但我们深信市民是明白，面对着中共的高度干预，蚕食一国两制，这个是突破政治僵局的策略。希望各位支持民主党，寸土必争，坚持民主的朋友支持我民主党五号胡志伟，多谢大家。六号名单依次序是陈鉴林、黎荣浩、洪锦源和柯创胜，政治联系民建联。服务社会要有理念，更要实干。民建联坚持为政府建言献策，为市民干实事。我们要推动九龙东的发展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。要完善九东医疗配套，增拨资源，增聘人手，缩短轮候时间。还要加快推售居屋，重售公屋，增加土地供应，稳定楼市。实际为民生，真诚为香港，请投我们信任的一票。七号名单谢伟俊，他以个人名单参选，报称独立人士。各位，很多市民对于香港近排的政治生态非常不满，是时候重新建立优质健康的民主。香港是极需要独立、无党无派、无预设立场的议员作出适当的平衡，为大家议会作出专业、理性、中肯、合乎情理的分析、辩论和投票决定，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。请用你明智的一票支持我七路阿婆谢伟俊在议会继续为大家把关，多谢大家。八号名单依次序是黄杨达、陈秀慧，政治联系人民力量。大家好，我是人民力量的黄杨达。我是陈秀慧。对抗梁振英政权，进行议会内外抗争，是香港人唯一的出路。拉布战就是议会抗争的成功例子。我身为一个抗争者、文化人，擅长将创意元素加入抗争活动入面，吸引各界关注。我会继续将这些创意带入立法会，提高议政质素，令到立法会监察政府的功能发挥到最大。九龙东的朋友，请你们支持黄杨达，多谢大家。九号名单谭香文，他以个人名单参选，没有申报政治联系。很多朋友觉得我好傻，竟然放弃英籍，还安排层楼去选立法会。其实回归了15年，眼见香港的核心价值被蚕食，大陆化，高官贪腐，言论空间不断收窄，实在是很痛心。这个时候我需要站出来，利用我会计的知识和立法会的经验，加强监察政府。因此我谭香文需要你的一票，让我重返立法会为你服务，多谢。下一集会同大家睇下几个功能界别候选人嘅政纲。